有好好相处啊。不要紧，事情要慢慢来。红电站有那么多人，怎么可以会一下子能找到万卓英呢？好好休息吧，明天再找。但你好消息。少しもおかしな動きがないのか。どうした？全然ない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ほど合いをなかなか捉えません。説明はいらん。神経を細かく張り巡らすんだ。絶対にどんな機会も逃してはならん。本人を捕まえるか。俺の目に狂いはない。奴は必ず犯罪員を見つけ出す。これだけ道を開いてやったんだ。こんなに多くの人間が奴のために動いてんだ。奴はやらざるを得ない。はい。看到妻子的那刹那，于顺民的心到了嗓子眼。他不在山上，来到危险的奉天，一定有重要的人。于顺民受伤被俘后，选择了诈降，一直伪装成胆小怯懦的样子，以获得敌人的鄙视和轻信。他一直在等待联络上组织，等待为抗联做牺牲的机会。前厅长，这里不能通过。为什么？硅谷大组的命令，我们这是奉命行事。干什么？我要见硅谷大组。带他过去。你要单独行动？我以一个人来寻找黄九英，会有很多好处。我听一听。这么长时间了，我觉得黄九英有很多习惯一定发生了变化，我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现在身后跟了那么多特工，很容易被发现，一旦打草惊蛇，以后恐怕就找不着他了。而且佐佐木中佐跟着我也觉得很别扭，我一个人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我同意。
来，走。 有要在这种地方跟你聊天，没有别的意思，就想告诉你，这样的日子离你很近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要说这样丝毫没有用处的话，我同意你。 但是，你也要为你自己争口气。这么多人天天陪着你，而且你还有很重的心理负担。如果明天再没有结果了，可就说不过去了。明白，我努力，给我机会。 周总，穆总总，有什么事情吗？好，好，我知道了。哟，你这咋的了你？你出来放松放松还不行？<笑>那么长时间你都不让我上这儿来，今儿自己主动过来，你这月亮打东边出来了。<笑>那你看看我脸上，脸上咋的了？ 脸上挂着笑容，就是平安无事、不愁吃穿。如果我的脸呢跟长白山一样，那咱们就得出大事了。哦，那现在就是平安无事、有吃有喝呗。没错。啊，哎，舅，啊，那咱们不交易档案了，不灭亡就行了。那暂时不用。以我现在的判断，这个日本人和黄秋英啊，都顾不上咱俩。 你尝，想吃点什么？哎，你这么一说，我这肚子还真饿了。哎，咱就那家吧，就那家好吃。嗯，走，依你的。哎，<笑>行动取消了，那是全部取消了，还是只有你们特级队的人不用去了？不知道，这次硅谷把消息封锁得很严密。 我甚至都没有机会去接近这个人。看来，这是硅谷蓄谋已久的行动。这个人绝不简单呐，他第二次出现的位置，正如我们城东的老街。真不明白他是怎么知道的。你们也真是的，当时已经得到我的消息，还是跑过去了。我当时急得一身的汗，你们周边呢，全是特高科的特务。放心吧，我有分寸的。 我觉得，硅谷这次不应该是小动作，所以一味等待的话，我们会完全陷入被动的。姐，那会不会是抗日组织试图联系我们呢？
不可能，这不是我们一贯的联络方式。那会不会是和我们抗联有关系的人？马大胡子的人？应该也不是。我觉得他很可能认识我。这个人我见过，但是我不认识他。这个人长得个子很高啊，他的右脸颊有一块刀疤。我猜想他肯定也认识秋英，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见到秋英以后不让特务抓呢？当时通知我们特系队的人，只要他抬起他的右手就是行动信号。他有好几次有机会抬起他的右手，可是他没有这么做。看来只有抓住这个人才能真相大白了。朱河，哎，这里安全吧？放心吧，这是我们工厂的仓库，没人知道。啊，我让你躲，让你藏。顺民科，秋英姐，顺民科他没死，他还活着。姐的丈夫于顺民，于参谋啊。你冷静点，冷静点。
这怎么可能呢？他已经死了，我亲眼看见他被炸死的。那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奉天呢？啊？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好，我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你先不要想的太多，毕竟于顺明还活着。可是为什么他会现在出现？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出现？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命运为什么要这么捉弄我？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为什么？秋莲，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特别理解。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对于突然发生的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帮助之能。事情既然发生了，就应该想办法去解决。不管结果怎么样，咱们得勇敢地去面对呀。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你。但是最起码，你现在先把自己的情绪给稳定下来。答应我。舒明哥，舒明哥。舒明哥，你醒了！娟子，是我，我是娟子。娟子，干嘛这么激动啊？啊，你可别忘了，他是日本人派来的。可他是……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娟子，听中和的。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会出现在奉天？我叫秋英，没时间。你老实点，没时间了。周和，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咋回事啊？这秋英姐在认识顺明哥之前和广来哥是一对恋人，但是后来为了执行组织上的秘密潜伏任务，广来哥不得不离开秋英姐，秋英姐后来就嫁给了顺明哥。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怎么回事？
怪。秋英姐，为什么？今天谁也别拦着我，我一定要亲手打死他。秋英姐，为什么呀？他是叛徒，他罪有应得。面对着妻子的斥责和误解，于顺民努力地解释他的诈降计划。但是这一刻，又有谁能够完全理解和接受这一现实？也即使在此时，于顺民暗暗下了决心，要用牺牲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要选择一个时机，用他的生命去换得对抗联最大的利益。看着妻子的怒斥，他牺牲的意志更加的坚决。他甚至觉得命运的安排没有让他在战斗中牺牲，就是为着夜鹰小组的特别行动而预备的。如果用他一个人的性命去换回秘密档案上那么多同志的生命，是值得的，值。有一个理由支撑着我，一定要换一心。我不能死，我舍不得，我舍不得你和孩子。这样，小虎他还好吗？小虎一直在吉林，吉林监狱跟我关在一块儿，就算见过他三面，都是在日军的刑讯室里见。这么说，你受过的刑罚，小虎也？看着他叫，我看着他哭，秋英，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小虎，让小虎能活下去。你想没想过你这么做吗？我和小虎以后怎么见人？我见到了小虎，怎么跟他解释？难道要我告诉他，他的父亲是叛徒吗？我谢谢你，我谢谢你告诉我小虎的情况。可是个人情感绝不可以成为你逃脱罪名的理由，个人情感也绝不可以代替信仰和原则。我今天代表抗联枪毙你。秋英，你不能这么做。为什么？他是有罪，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小组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我们现在不能随意的失去任何对我们有价值的线索和有价值的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几天他完全有机会向日本人指认你，可他没有这么做。你们把秋英先扶出去。
见过你，这不重要。是鬼谷让你指认黄文远的吧？你既然认出黄秋英，为什么没向日本人报告？今天日本人为什么没有跟踪你？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故意让我们抓住你的，对吗？在白城监狱，你跟小虎关在一起。日本人让我来找你们，找秋英，我不愿意。可他们说这是让小虎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你问了我这么多，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问吧。你是谁？我以前的名字叫钱浩。钱浩。叛变了吗？我真是不该来。我知道你们秋英过去的事儿，今天你们终于重逢了。你想多了。你既然还活着，那你就还是秋英的丈夫。小虎是你们共同的孩子，我想你不会毁了这一切吧？顺明，你愿意悔过自新，将功补过吗？我愿意。那好，我希望你配合我们完成行动。只有这样，你才能洗脱自己的罪名。我明白。你现在回去，密切注意日本人的动向，所有关于温以杰的情报，都是我们急需要知道的。温以杰，一团参谋，他怎么了？他偷走了省委的绝密档案，档案里记录了所有的省委地下组织和高级领导的名单。出了这个胡同，就西门大街，然后你往右手拐，照直走，就是特高科的大楼。谢谢。
秋英，心里有什么话就把它说出来吧，别憋着，兴许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一些。我在想，命运真会捉弄人。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回来了，毕竟他还是小虎的父亲。如果还有来生，如果还是面对日寇的侵略，我依然还是会这么去做的。谢谢你，是你的话点醒了我。刚才在仓库，我太激动了。我在外面听了你的话以后，才有了重新面对他的勇气。是你的话，让我记起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秋英，我会尽力保护他。等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我就离开你们，离开这儿。说说小虎的事吧。硅谷真是老谋深算的，我没想到在白城监狱见到的那个男人竟然会是于顺民。既然于顺民在奉天出现了，我相信小虎早晚也会出现的。我最害怕的事情终于要发生，看来我必须在孩子和任务之间做出取舍了。秋英啊，对于我们来说，这也许是我们救出小虎的一次机会，而且这个机会是鬼谷送给我们的。秋英，答应我，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一起商量。我也答应你，我一定会把小虎带到你的身边。相信我。我这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就是你。等这次任务完成了，我就离开这儿，离开你们。対策課、普通の風邪ではなく
チウスです。しかも体質も弱くて抵抗力はない。だから彼がすぐに意識を取り戻さなければ、お前も彼と同じように眠ることになるぞ。はい。あいつは疲れてんのか、それとも怯えてんのか。全部違います。黄秋と関係あるはずです。いいこと言ってくれた。フォンテンの街をありきたりにふらついてるだけじゃああにはならん。有志民は来たくはなかったが来るしかなかった。黄秋に最後に一度あった可能性がある。ユーシュミンの意識を早く戻させるんだ。ユーシュミンは何も言わなかったらヤバいです。奴ら誘託したら黄秋はユーシュミンを利用して我々の情報を捉える。あなたの目的と逆です。ですからユーシュミンを厳密に制御します。もしユーシュミンを接続する機会があったら、ユーシュミンは我々の飼っている犬ではなく狼になります。お前の考えは正しい。だが冷静に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ん。有志民が俺たちのスパイを連れておとなしく子供の母親を殺しに行くと思うか。もしその可能性があるとしたら半分だ。だがあと半分の可能性としては、劉秀民に黄秋英を殺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れば、俺たちは本当に劉秀民を利用したことになる。そうすれば司令部の期待に応えることになる。そうだろ大佐。すみません、意味よくわかりません。黄秋英はずる賢い。先日俺たちが送り込んだ3人の工作員が奴らの組織の中で活動中、結局奴らに殺された。これは一体何を意味してんだ。俺たちの毎回の行動に隙があるってことだ。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すか。優秀民が意識を戻してからその態度を見る。大佐閣、あなたの意味は何とか分かりました。優秀民だけじゃ物足りない。バイちゃんの監獄に早速電報で、ミッコに俺が一番会いたがってる人間をここに連れてこさせるんだ。優秀民のやつがたとえ狼になったとしても、黄秋英に噛みつかせることができる。秀王，我当这黄秋英拼命想要，日本人拼命想要的这档案是啥玩意儿？这感情就是白纸黑字啊！我合计怎么不得是什么真金白银呢？要不就是大捆大捆好枪炮啥的。这个是满洲省委机要部门近千人的名单，咱们要是交易成功了，和你想要的东西一样。好枪好炮就算了，咱还真金白银吗？胖，别一晚上废话了，赶紧找。你不是让我找那个姓刘的仨字儿，完了跟黄秋英在一个支部的，这不给你找一摞出来吗？我让你找姓余。